我们来关注总统蔡英文力挺大新竹合并升格，而中央政府成最后的裁判官。彰化县长王惠美向总统喊话，说彰化的人口数有125万人，不用修法就可以直接升格了，希望中央赶紧通过，让彰化成为第七都。但如果大新竹跟彰化都升格为八都，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大都小县资源分配不均呢？再把时间交给嘉瑜。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国会大现场。我们邀请到立法委员赖世宝。是，大家早安。委员早安。今天啊，有关于民进党力推的新竹市升格的这个议题呢，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，竹并升格之后呢，下一个会是谁？甚至民进党呢，为了这个新竹呢，拿掉了一字修法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拿掉人口数限制，是不是变成每一个县市都能够升格呢？没错哈，照理讲，按照原来的规定，地治法第四条，人口数要125万，对，而且符合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需要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彰化县超过125万，对，不要做任何的动作，不要合并，都不要，彰化县可以升格。对，那彰化县当然要提出升格啊，好，那结果他把那个且改成或。那结果这样一来，每一个县市都可以提说我多么伟大，我多么重要。澎湖也可以讲我那里离岛非常重要的建设，我也可以直接升格为都，啊，然后这个就是假设嘛，啊，那这个其他的话，花东、花莲你可以来讲说，我这是东海岸，对不对？有加山基地在这个地方多么重要，台东原住民的地方，男女在那里多么重要，他都可以提出他的理由。没有人口限制，干脆把每一个县市都改成都就好了嘛，啊，是不是？那他何必动刀动枪，还要来这个修？他修这个法最引人非议的地方，最让人家愤怒的地方，就是道道地地量身定做，就为了林志坚替他找工作。其实我更进一步的一个来解读的话，他等于要学中国大陆指定隔代接班人。他认为蔡英文怕他卸任之后被鞭尸，未来八年他一定要找他亲信的人，是再未来八年是还要找他亲信的人，是等于后来八年之后，从现在开始算十年之后了，林志坚刚好年纪，所以这等于有这个味道啊。所以这个已经，这个是到底独裁国家的一个做法了嘛？这怎么是民主国家呢？因人设事，因人修法，这是全世界最痛恨的民主国家最痛恨的修法的模式。目前台湾正在这样做，这是道道地地的反民主，打着民主反民主的独裁行为。是，政府会在总统蔡英文的支持之下呢，认为说呢，行政区域划分法以及财政收支划分法应该要修法，避免穷越穷、富越富的状况来发生。委员怎么看？没有错哈，这里面有三个法要一起修了，现在是地治法，还有一个区划法，行政区域划分法，还有一个财划法，财政收支划分法。现在呢，给都的比例60几、64、63左右，然后给县市啊，大概24%左右，剩下10%给这个地方的乡镇，啊，这里面来讲到财化你怎么分，然后让这个都啊，你不会变成说都一定有钱，叫富都穷县，是啊，县一定很穷哦，县市很穷，所以目前来讲的话，这个法没有解决之前呢，啊，谈到要合并呢，啊，实在就是说有够好笑啊，痴人说梦话了，这个做法也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了。是，我刚刚有提到，就是这是为了林志坚一个人来修法，甚至呢，现在很关心的就是说，哎，新竹要升格了，甚至如果彰化升格第八县的话，第八市的话，这样会不会有大都小县的状况发生？而且他会认为说，哎，你升格我没升格，难道我是次等公民吗？没有错啊。那么如果变八都，甚至要云嘉嘉再合并变九都了。那没有都的人，他的人民会怎么想？都是台湾人民啊，那怎么样？我是自己国民啊，啊，为什么我得到的待遇就这个样子？那我们看到了嘛，哈，那个都几乎逢年过节放烟火，钱就这样花掉了。啊，穷其他的县市，他只求我路灯能够亮，没有钱到这个程度啊。我只要路灯亮，他就很高兴的。是，哎，有钱的都就干什么？放烟火啊！时间到放烟火，钱就放掉，
你看啊，我们点个灯都没办法点，放烟火一次点灯亮，每天灯要亮啊，这个呢地方建设差这么多，这个是有点好笑。是，那是不是因为现在公投过关之后呢，民进党就认为说自己掌权了，就是一直把这个法案进覆二读，甚至要修地质法，就是一直做一些修法的事情，甚至感觉好像是威权时代政府。这个他其实公投只是产生而已，他要不是高雄市赢这么多，其实大部分的县市他是输的，大部分县市他是输的，那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势头，那么就开始展开道道地地独裁行为的做法，动不动禁复二读，动不动禁复二读。如果都可以禁复二读，那立法院整个废掉了，根本就立法院应该废掉，就行政院说了算。目前也有这个味道嘛，五权全部掌握在蔡英文的手上，是立法权也在他手上啊，是，对不对？过去你看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有多少人是凭着形象，凭着他的一个专业进到来这里，然后变成都变举手部队啊，他的专业都不见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完全没有监督这个怪兽，权力怪兽的力量啊，没有人来可以监督蔡英文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是，谢谢委员，谢谢。好，在大新竹这个议题被抛出来之后，认为说呢，这个竹合并是似乎是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，甚至有些县市会认为说呢，你升格我没有升格，那怎么办？难道我是次等公民吗？所以现在彰化县长就提出来说，我也要升格，我人口数超过125万，不用为了我修法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似乎是引发了许多的蝴蝶效应哦。那刚刚呢，立委的赖世葆有讲到说呢，现在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严重。民进党在公投过关之后呢，认为说自己有权力掌权了，所以呢就大肆把法案禁复二读的这样过，根本就是威权政府。好，以上是目前的国会大现场，我们将镜头交给彭年主播。